那一脚这球哦哦，一垒手接到再回传，一垒完成了吗？没有，哇，这一球差一点点完成双杀。现在又是两个好球走前面，哇，而且是三个好球，三声好。哇，这球最后是挥棒。这边应该是插棒被捕，所以是形成了一个三振啊。今天的算是这一局的第二 K 了，所以这后面是靠着自己三振来化解这一局的危机。这半局没有掉分哦，所以目前5-2，还是海威乐天三分领先。